玻璃亭公司去年头一摆为有特殊造物家庭来投保微型保险，因为这个效果真好，所以顶公司今年将要扩大为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来投保。公司用心嘛，得到嘉义福安王家慈善会大力赞助，捐给玻璃亭公司全部的经费，和玻璃亭内总共2300户的弱势家庭，拢会当来加一份补助。玻璃镇长周吉雄甲关政单位、嘉义福安王爷慈善会主委蔡坤国共同签名，完成这件微型保险一年保费的关键仪式。为着提供弱势家庭上好的技能救助，经由玻璃镇民代表会副主席黄世芳牵线，嘉义福安王爷慈善会捐赠玻璃镇公所经费，将替玻璃镇内弱势家庭全面投保微型保险。当初是因为我家己的朋友吼，有来甲我问讲，因有一个慈善会有咧做这个微型保险，啊，有看咱玻璃镇有需要无？啊，我想讲这非常的好，就来接线吼，又牵因来甲咱玻璃镇公所来接线安尼。因为都是针对急难救助，那很多急难救助可能是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小金额，那大家很多的团体慢慢去补助它。那其实真正发生重大变故，可能唯一能救的就是整笔的资金，能够让一个家庭暂时性可以无忧。今仔日的捐赠典礼，毛多位受助民众前来参加。对慈善会甲玻璃镇公所的爱心协助表示感谢。因为我们家庭的收入是有限，假设我们遇到一些可能意外或者是残障，对我们家庭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。但是透过这个微型保单可以帮助我们，尤其是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家庭来说，他们收入本来就不稳定。那如果说有这一份的微型保险，对他们来说，对是家庭的一个保障。去年年底，我们是以特殊境遇的家庭对象，那今年又扩及低收跟中低收的这个部分，所以说总共的人数大概2300人左右。这些家庭在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啊，有所依靠，所以说非常的感谢我们嘉义市福安宫我们管理员会对埔里镇的关心。玻璃镇长周吉雄表示，替这弱势家庭投保微型保险，意外事故发生，相关会当领到300,000的赔偿金，这对弱势家庭在紧急时的需要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